我左手边的是吴树莲吴老师，是我们科学免疫学会的创办人。那我今天呢，非常感谢我们港都的媒体朋友这么热烈的来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。我们今天真的把志美轩变成歌剧院了。昨天呢是彩排，好，那么今天等一下两点半我们就正式演出。那这是我跟吴老师他累积呢50年的精华，那我累积30年的精华，还有我们这位呢艺文界的老师来给我们支持啊，这样的一个展览。我们绘画呢结合了舞蹈，结合了音乐，而且这个音乐呢不是我们唱别人的歌，是唱我们自己的歌。我们9首歌曲都是我们会员的创作曲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表演的意义所在。那我非常的感谢媒体朋友，感谢吴老师，感谢李立江教授，感谢所有科学美丽协会的会员，这一次这么热情的支持与参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吴老师换你讲话。今天用一个很感恩的心哈，那个有各位媒体的参与，事实上我今天整个的教育的成长，要说媒体朋友害我也很好啊，成长我也很好，好啊，所以说今天有这个机会，谢谢。那个阿丹，你开创了这样子的一个舞台，我的孙子、我的女儿都有在这个创作的那个群组里面，这是我觉得我蛮得意的地方。啊，最重要，我很高兴，谢谢。李玉佳教授，然后大同国小的时候，因为表林陈进校长开启了这个好美术教育的风气，我那时候小一的时候就是大同国小的学生。啊，现在龚瑞章校长，我孙女她读的龚那个郑州科技大学也是那个，是我们的那个李纯清那个校长下的一个学生，好，啊，我们现在都长大了，啊，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美艺的传承，真的很棒，谢谢。谢谢吴老师，刚刚讲到他的女儿就是卓美公，这次展演的九曲歌曲里面有9首是他谱曲的。啊，2曲是我的钢琴老师谱曲的欧文玉，那么孙艺玲呢？康艺玲也参与梅玉舞蹈班的表演。啊，那接下来我们请李玉佳，来跟媒体朋友说几句话。我这个提早到了，所以这个被指定要讲几句话啊。那个这个故事要还是要从这个故事开始，因为我去福伦社。那么当社长还去过慈惠园，碰到吴老师在教美术，就这样子就上了啊。那我也不晓得今天为什么要颁奖给我，我也搞清楚。很难讲。就是会员的展览，你看这个作品里面啊，然后呢，大手还有牵小手啊，就是还有小朋友，然后呢，还有慈惠园的这个喜憨鸟的一个创作的作品。那我们协会呢，跟别的画会最大不同就是，每一次我们的展览，我们这些大手都会牵着小手一起出来展览。啊，无论是唱歌、跳舞、绘画，这就是我们科学美丽协会的这个特色。那么我们这次展出的成员呢，总共有32位。啊，展出的作品有72张，有9曲歌曲啊，在剧本里面，那有2首是以拉丁舞来表达我们的创作歌曲，所以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。我们昨天就开始彩排了啊，刚刚还这个走位彩排一下，等一下呢，也请现场的朋友、媒体朋友啊留下来啦，观赏片。有人力可以节省很多人工。很多不必要的麻烦，这是我在做事上的一种想法。那么我们艺文团体以前都是在找不到场地，
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为我们艺术界来服务，所以我开办了画会艺术季，每个画会一年都有一个展期给你，但是我要他们良性竞争，不能够马虎，因为每个展览的场所所展出来的作品代表你这个会员的素质，所以要互相良性竞争，所以一直到现在画会美术季还在持续。很可惜的，当时候我还做了一个画会的资料馆，结果接任者把它废掉了，很可惜，因为那很好的资料库结果没有了。那么其次呢，我向郝院长要了3亿经费来整修两厅堂，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危险的建筑物。那么我们也破纪录，以最少经费最高的标准比照两厅院的水准，我们最短的工期，台北国父纪念馆光是抽大人关了将近3年馆，高雄文化中心那么两厅堂一起作业一起做，包括智能廊整个屋顶全部拆掉重做，所有的都重新来。我花了只有8个月时间，是破全国在工程上的记录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历史？因为我们常讲说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偏偏要让它可能。那么徐理事长啊，我跟他认识也是在当时候他的回旋梦里的女人吧，那个剧场那时候报纸风风雨雨啊，讲的好像是大逆不道什么之类的。有一天他是谁跟他讲说你去找李处长好，所以跑来找我，我说剧本我看一下，看了我说好没问题，我马上交代我们的这个活动组安排档期。那么这个还有一段，就是志磊老师他在文物馆一个人体画展，当时候所有报纸也轰动，其实那是我有意的安排，我要打破那个禁忌，因为在艺术领域里面人体画是最难的，各位知道念美术系它有一个必修课程就是人体画。汤艺林为大家以拉丁舞表演这首创作歌曲《梅舞蹈班琴》。妈妈给我爱宝宝，他俩
歌曲，首先带来这一首的是《中年男子恋秋风》。Thank you.